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中美食一姐郑素玲来到节目里面，跟大家公布她的私房甜点。所以素玲姐姐第二家叫什么？叫好的手作料理。好的手作料理。她其实我这个老板很有趣，她取名叫好的，所以她所有的食材都是用好的。所以有一次我就跟老板说，你也没办法了，因为你叫做好的手作料理，再也不能用坏的了。你就只能用好的了，所以他就觉得他成本很高啊，他不能开次等的手作料理，然后他又是个小店啊，所以小店又卖那么的贵，他其实就很辛苦在经营，所以我是觉得很值得去给这个老板拍拍手。他有一个最新的甜点叫做三楼，三楼，对，一二三楼的三楼，嗯，那这个甜点三楼。对，很有趣的一个甜点。然后这个甜点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它利用那个温度的控制，时间的控制，让那个蛋糕本身呢出现了三个楼层，不是堆叠上去。你知道蛋糕有时候它的层次感是一层一层堆叠，烤完之后就会出现三层的样子。对，它其实就是那个鸡蛋、面粉、奶油跟糖，然后它就是利用那个温度的控制，让它成为三个楼层。天哪！好清楚啊，等于是它的断面，对，出现三个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哎，这些照片要给我们分享，哎，不用分享了，大家就去，你知道素玲与涛哥，你知道还是去影音部落格？没有没有，还有素玲姐姐自己原始的这个啊，你知道我的 FB， 对啊，她的 FB 去就郑素玲，还是素玲的台中美食志，对不对？哎哦，所以他是不是故意做出来堆叠的？对，是烤出来，他自己就出现三层。他其实就是需要那个时间的控制。可是什么味道？三楼？他的一楼呢？一楼其实一楼就是 QQ 弹。我认为它的口感有点像果冻，因为它如果冰冰的话，它吃起来就像果冻 ，Q 弹的。第一层，第一层，一楼，一楼，二楼呢？二楼就是滑润的卡士达。滑润啊。卡士达酱，对对对，还有呢。然后三楼呢是松绵的海绵蛋糕。怎么可能这三个会在烤的时候自己跑去自己的楼层住好呢？对啊，他们就自己会进去他们自己的楼层啊，所以老板就很得意说这个只有他做出来。这个厉害，这个我对这个三楼感到很大的兴趣。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你在吃这个三楼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一层一层吃。当然，但那个我们一次，当然像我们这种社会边缘人，我们当然就一次就把它三口吃。等一下，在这里这不能用社会边缘人来形容素玲姐姐了，因为已经很多次跟听众朋友直接了当讲，吃甜点不能分层，吃甜点不能抠边边来试一点点，吃甜点一定要从上面切到下面完整的吃一口。所以呢他希望你三层楼都放进嘴里才是正常的， 对不对？对对，其实要这样子吃，这样子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除了你有那种三种不同层次的口感在你的嘴巴里融化以外，你其实会吃到很浓郁的奶蛋香，因为它的食材就是很简单，就是蛋糕的味道，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种很朴实然后有很耐人寻味的一种蛋糕，然后你就觉得这个蛋糕它出乎你，因为你刚刚瑞瑶看到那个它的样子，其实它很平凡的，很平凡，很平凡。对，所以可是你吃下去，你会觉得，哎，这个蛋糕它真的让你觉得有那种在家里妈妈做的蛋糕的那种感觉，怎么有一阵温暖感觉？你知道，其实人家在讲说，比如说吃甜点是一种小确幸啊，哈，很多人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可是我觉得除了小确幸这样子这么浅的形容，其实有很多东西吃起来会勾出你心里暖暖的一些回忆， 对不对？对，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对，所以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蛋糕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感动的。我觉得，一个这么平凡的蛋糕，竟然可以有这么很特别的一个味道。可是我知道台中人也好会做行销，要说我都会叫什么三层蛋糕塔。对不对？还是你看素玲姐姐的脸有三条线，没有想到可以叫三楼，这么有创意，对，很有创意，而且大家一下子就记得了，对，就会知道说你有一个蛋糕叫做三楼，没有错，三个楼层，三个楼层。好，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又会去把它藏起来的蛋糕，糟糕了，你们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控制体重很困难的原因，就这样。我超爱吃甜食的，然后有一些甜食我就坚持不让家里的人吃，我就把它藏起来了。好的手作其实有一个蜂蜜核桃塔，蜂蜜核桃塔，它其实特别去找台中呢三代养蜂家族他们所采集的天然野蜜，哎呦，
这么干乎哦。对，然后它同样也是用伊士尼鲜奶油，嗯哼，然后用美国顶级的那个红钻核桃，就是一整颗一整颗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对，打饱满的那种。对，嗯，然后他去把它做成一个核桃塔，嗯，就是它的下层是一个塔皮，嗯，然后里面呢全部是核桃，嗯，然后有淋上那个蜂蜜，嗯，野蜜，是一个很美式的甜点。可它吃起来你知道就是比较就是蜜跟核桃的好坏，对不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甜点呢，当然你要每个人要做都很简单，可是呢因为它用的是很好的野蜜，嗯，然后它又用很好的核桃，嗯，然后它又用伊士尼奶油去打这个饼皮，嗯，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因为好的食材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好吃。天哪，嗯，我怎么好想要吃甜点呢？这些都要全部都记录在私房名单里面哦。所以淑玲姐姐，你说你这个核桃塔也是偷偷藏起来，是偷偷藏起来吃？对，我又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把它藏起来，切一块一块，然后藏起来，一次拿一块出来吃，这样才能控制体重，不能一次吃一大个。哦，也教大家控制体重。对对对，一边跟淑玲姐姐在聊甜点的时候，一边摸摸自己的这个二层油。好，所以呢，好，哎，等一下，我们其实都没有介绍，就比如说像好的手作的这个老板是一个年轻人吗？没呢，他其实也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哦，中年转业，嗯哼，就是他因为喜欢烘焙，所以他就中年转业去做烘焙的，嗯，的工作室，他其实是开一个工作室，不过真的很疯狂啊，嗯，对不对？就比如说他找到了他喜欢的东西就全心投入，可是可以收服到淑玲姐姐的嘴有一点难，你知道，就像在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淑玲姐姐讲出她自己的私房甜点，这集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的。